《原始点医学》二零二四年版，《疾病与衰老》二，衰老是指体表出现异常形态，或体内检查出异常形态与异常指数。其中，体表出现的异常形态，如发白、秃头、面皱、老年斑、弯腰驼背、高低肩、长短腿。 关节变形、瘤、疣、硬结、肿块。仪器检查出的异常形态，如癌肿瘤、子宫肌瘤、纤维瘤、肠息肉、脾肿大、肾萎缩、脑萎缩、肝硬化、肺纤维化、白内障、骨刺、骨头坏死、关节变形。 脊椎侧弯、椎间盘突出、异常指数，如异常的血压、血糖、血脂、尿酸、癌指数、肝指数、肾指数、胆固醇，此异于之前正常状况的异常形态与异常指数，统称为异常。 但因异常既非正的不适感、功能紊乱及体力虚弱，也非状的组织受损，所以是老而非病。西医从果治病需用仪器检查，而检查过程往往需忍饥挨饿、空腹进行，甚至还需忍受像麻醉剂、内视镜。 放射线、抽脊髓、抽血、穿刺、切片所带来的不适与风险，付出这么多代价，其目的都是为了解决疾病。换言之，西医是以仪器检查出来的异常及组织受损作为主要诊疗对象，以及身体有病。 则将其当成疾病之因，无病则将其当成疾病本身而加以治疗。殊不知，检查出来的异常及组织受损，皆由体伤及热能不足所致，所以是果而非因。如果将异常及组织受损当成疾病之因， 或将衰老异常当成疾病本身，就会犯了倒果为因及老病不分的过失。也因如此，才会认为一病有多因，或果亦可生果，并无端的使病人变多。这一段是前面是谈疾病，这一段就介绍什么叫衰老。 那这个衰老原始点是通过观察，所以发白、秃头、面皱、老呢，这个我就不用重重复了。这个都是属老。比如我之前鼻尖早期呀、啊，有生一个赘油、赘肉了，简单讲，你们知道吧？知道的举手，我看一下。看过哇，很多人都知道我过去啊，把我调查的都清清楚楚的。 我早期这一个赘肉已经差不多有十年以上，啊，那我是不理的，因为怎么样不痛不痒，所以在我看嘛，既非正也非壮，所以我就不处理。但是到最后，我发现这个如果不是疾病，那如这个的变化长出的赘肉是什么呢？ 异常形态，如果我的分类就是属于什么衰老嘛，衰老所产生的一些有的没有的嘛，那所以哎，这下子我想处理咯、哦。因为原始点，不管是疾病也好，或老也好，只要从因下手，把体相改善了，热能不足改善了，它就会消失，那我就要印证喽，对吧？我开始。 大力用姜粉泥推搓，然后虐待它、揉它、摧残它，最后它过程就开始肿胀，然后最后崩掉，然后里面吐出一些组织一，好像液体又像固体这样白白的一直流出来，然后把它拖出来，哎，这里就自然好了。然后你看修到很光滑，我那个现在鼻尖呐、啊。 已经没有了。以前我自嘲啊，这个哦，长出来，这一个很不简单呢，能长在鼻尖正中央，叫做独占鳌头啊。哦，那时候是跟大家开玩笑。但是经过这样的处理，哎，竟然消失了。哇，这让我很大的启发。真的老也可以处理。那这样啊、呃，曾经你这这些影片你们也看过。 我就看到他看到我这里消失了，他想到他这里也有一个赘肉黑黑的，然后他就开始涂摧残，照我这样，不知不觉好像一两个月吧，竟然这里变平滑了。什么时候消失？他说他自己也不知道。然后突然间，人家问：“哎，他这里跑到哪里去了？”所以。 老病它的原理都是一样，你只要把体相解决了，其实这些都可以解决。但我们原始点当然是解决病而不治了。好，所以老病其实它的处理方法都是一样的。所以西医好，如果将异常或组织受损这些检查出来的果当成疾病之因，他们常常说检查出来就是当成疾病之因。 如果有症状的话，你检查出这些异常或组织受损，他会直接跟你这样讲啊，这个是症状的因，然后你还是要解决这些检查出来的。那、啊、如果万一你没有症状，他就说，哎，这些肿瘤是疾病本身，那还是要处理。所以你不管怎么处理，话都是他说的，最后就是要处理，不外就是吃药跟手术。所以造成什么结果呢？ 才会造成怎么样？一病多因或果生果，他们的理论这样，然后年老都要当成疾病治疗，就会无端的使病人变多。这一个现象，你们现在也已经看到它的弊端了。你看西医现在越建越宏伟，有没有那些医院？然后仪器越来越精致，但是他们的病人怎么样？越来越多，而且一床难求。 啊、不就是这样老病不分，那连老你都要治疗，那你怎么可能容纳得下？但很可惜，病人不知道，所以才会造成这样的现象。所谓“一病多因”，是指一种疾病可由多种异常及组织受损所致，比如痛症可由溃疡、出血、肿瘤、骨刺、椎间盘突出。 关节变形、高尿酸、高血糖等引起，但原始点经临床实证确认，所有疾病皆由体伤直接导致，即体伤这一种因可导致多种症状之果。例如，头部体伤可导致头痛、眼干、鼻塞、耳鸣、牙痛。 面麻等所有头面部病症，也就是一因多病，而非一病多因。再说一病多因，即一果多因，也于理不通。正如一个母亲因可生出很多孩子果，而一个孩子果。 不可能有很多生身母亲因，所以认为一种疾病可由多种异常及组织受损所致的一病多因，本质上是导果为因，是不能成立的。所谓果生果，是指一种异常或组织受损可导致多种症状。 比如，肝硬化可导致腹水、食不下；肺纤维化可导致咳嗽、气喘；糖尿病可导致皮肤溃烂、眼睛瞎；高血压可导致头晕、脑中风；脑出血可导致偏瘫、昏迷；椎间盘突出可导致腰痛、腿痛。 肠息肉可导致腹胀、便秘；癌肿瘤可导致疼痛、死亡。但检查出来的异常及组织受损与身体的症状皆属果，其间并无果生果关系。这道理就像正痛不生壮肿。 状肿不生症痛一样。再者，异常属衰老，症状属疾病。要是不一样的果都可以果生果的话，那么树上的苹果也可以生出香蕉、葡萄来。因此，认为一种异常或组织受损可导致各种症状。 即一种果可生出多种果的果生果观点，本质上也是导果为因，不能成立。你们应该还有印象，我们的医学图一开始设定果就是疾病与衰老。既然症状与衰老都是果，那果与果之间就没有因果关系。但西医常常会怎么样？犯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。 道果为因，这个道果为因到处都可以听得到。那好，我们这里就是先指道果为因，他们会第一个说的就是一病多因，也就是一种疾病，它可由多种异常及组织受损所致。这怎么解释呢？疾病本身就是属症状嘛，那你有症状，你才会去找医生嘛。 那医生一定会叫你检查，他检查出来不外就是异常跟组织受损，异常包括异常形态与异常指数，异常形态比如说啊照出来你可能椎间盘突出，他才说哎你压迫到神经，所以你才会腰痛腿痛哦类似这样，啊，你因为检查出来哦因为有异常形态的癌肿瘤。 所以他说：“哎呀，你肚子痛，就是因为癌肿瘤压迫到。”然后再进一步，昨天我讲的哦，你尿酸，然后直头痛，他就说：“哎呀，你这个痛风，就是因为尿酸太高啊、哦，那就是异常指数竟然也会影响痛啊。”那再来，你头晕，检查出来哎血压高，他也会说：“啊，那你头晕就是因为血压高。” 造成的，那你想想看，一个异常指数也会造成头晕的病症出来，啊，所以一种病，他们把它复杂化了，症状本来就是很简单的一个果，然后他们又检查出更多的果，把这些果当成因来跟患者讲，哎呀，你这个病就是因为这些啊、哦、异常或组织受损所导致。 这个就是一病多因，一个病竟然有很多的原因造成，所以当你们有症状的时候，你们都很想去找出原因。为什么？因为原因很多种，所以你们就会去找啊，就会去照，就会去检查。那这些检查，能不能检查出真正疾病之因？没办法，所有这一切检查都是果，不是因。 好，那这样的结果你们可想而知。他们就从你要要解决你的症状哦，他们就先解决他们检查出来的异常或组织受损。比如你脑中风，脑中风已经偏瘫了，哎，他照出来你脑部出血，他们就从脑部出血把你处理了，清除这些血块了。但你们想想看。 有没有人因为清除血块而这些偏瘫就好？不大可能，了解我的意思吧？因为这个都是果果与果之间嘛，你没有从因下手。在座的，你们来看他，呃，我再看一次哈，你，我好，你站上来。我为什么要特别讲他？你们有没有看他他的影片？ 他中风那个狼狈的样子，你们有看到吗？有看到的举手，我看一下。一半看到，我告诉各位，他中风很严重，就真的瘫了。我看他走路那个拍过来的影片，我震惊了一下。你看学原始点的人也会病，也会中风。那我看这个情形是蛮严重，但是那时候我有跟啊露娜他们联系，露娜跟我讲。 他说：“放心，张医师，你放心，他发下好语，一个月要好，因为做延始点的人不能狼狈太久 <laughs>。”我告诉各位，他真的一个月就好了。我那时候在最后再去美国一，好像一个多月了，是吗？那时候是他开车的。再告诉各位，他没有挖脑袋。 他如果去，因为他懂原始点，不会去医院的。所以如果去了，肯定又这里阻塞，不是脑梗塞，要不然就是脑出血。他不会搞这种这种笨事。所以他一中风，他就知道要怎么处理了。好，所以我特别讲到中风，我又想到陈经理了。然后他又老当益壮。上次香港来的时候，啊，我们七月来的时候，他是驼背的哦。 他不是像现在这样，他以前就僵直性脊椎炎呐、啊。你看他现在，现在哈、哦、下车，第一以前我都想扶他，然后很多志工都想哈、哦、扶他，现在不是，志工转移目标都想扶我啊，我看了有一点难过，你知道？然后他就快步走下来了 <laughs>。好，我特别介绍一下，好，让你你要不要讲几句？ 啊，OK，OK。所以昨天讲哈、哦，要不要生气？原始点绝对是做出来的，所以我在讲话很笃定，这个病是怎么来的，我们清清楚楚。但是我们受了太多一病多因的影响，也就是他这个中风。 就是因为他这些半半身瘫痪，就是脑出血引起，所以他们一一定要去检查脑出血或脑梗塞，啊，检查出来就从脑部下手，但体香跟热能不足他都没有处理啊，真正的因没有处理，那你处理果，怎么会好？所以很多他我为什么一直讲陈经理，他年纪其实不小，他是看起来比他实际年龄年轻了、啊。 但是他已经七十五岁了，你们看得出来吗？然后看他的样子，你们会想象他是脑中风过的吗？如果像他这种年龄，脑中风一般以我的印象，大概走不出来了。他已经瘫了，真的，我我只能这样讲。所以他是从阴下手，就是从体香跟热能不足。其实学原始点学到最后，他是很自信的。 该怎么样就怎么样，那不会去轻易检查，因为重话只有西医说着出来。你看骨刺，我也遇过很多啊。他说骨刺，然后压迫到神经，所以才坐骨神经痛。有时候按一按，一两分钟内就解决了。像昨天那个，不是腿痛整个下去吗？如果他去检查，说不定西医又说了，他是腰椎第四椎椎间盘突出所致。 我告诉各位，西医很奇怪、啊，他们都讲第四椎，几乎都讲第四椎，因为我也学过整集啊，我整集功夫还不错，哦,哦，所以那些理论我也都看过啊，我也在怀疑啊，明明就臀部按一按就好，怎么会到脊椎呢？然后他们就是以造出来的为主，哦，所以这些都会造成疼痛。你想想看，一个病怎么会有那么多原因？但民众相信了，所以。 当你们生病的时候，为什么都要去检查？啊，其实就很简单，果从果推因，就是体香跟热能不足，按一按热敷就可以解决了嘛。所以检查之后又从果下手，所以很多疾病是无法解决的，因为原始点是实做出来的，它已经证实一个，比如你头部所有的病症，都是由怎么样体香所致啊，他处啊。 他出按不好，再从患处解决也可以解决呀、啊，哪有那么复杂？还有到体内的什么脑出血，那个也是果哦。所以这些大家明了了，大家就知道哦，原来检查也是果啊。果跟果之间如果没有因果关系，你这样处理是有问题的，反而拖延了病情，甚至在手术过程中破坏了身体的热能，还有体伤。 其实那些都会破坏掉，那不是加重症状吗？难怪很多中风之后进去医院再出来，很少能恢复的，很少。好，那原始点这里举的就是头部，你所有病症不就是一个开关产生？那一个体香可以产生多种的病，所以这里就讲是一因多病啊，一个因可以产生很多疾病，而不是西医讲的一个病。 有很多原因呐，啊,啊，从因缘果的角度来看，也是这样。我们讲母亲跟孩子的关系，一个母亲因可以生出很多果出来，也就生出很多孩子。哪有一个孩子是有很多母亲生出来的？你们是不是这样？你们的母亲有很多个吗？这个逻辑上就很不通了。所以从 因果关系马上就看得清楚，但西其实在这个逻辑上，我发现犯了很大的问题。这一讲马上大家都清楚，好，所以他们为什么会这样讲？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把这个果当成疾病之因，也就倒果为因。所以他们常常叫你去检查，就是说我们来找出疾病之因。 那检查出来都是果，那不就是道果为因？所以因为道果为因之后，他们把它真正当成因的时候，那你们就惨了。他认为检查出来都是因，然后所以你症状不一定要一下子处理，你要处理这个因。我再举这一次新冠病毒感染了很多，结果你应该从果下症状。 去推音呐，把体香热能不足改善了，他症状就好了。他们不是要打疫苗？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检查出来你这个感染是由病毒引起，那我们就要对病毒怎么样下手？那对病毒下手就是要研发疫苗来接种，然后鼓政府要鼓励大家来打疫苗。那疫苗极寒呐、啊，一打身体又垮了，所以才会造成。 为什么很多冤死的问题？那就是道果为因嘛，还是一句话，好，所以这个道果为因也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医学问题。好，那再来还有一个问题，这个问题就是他要叫你去检查，你什么病都要检查，异常组织受损，他都说是疾病的因。那我们现在也知道，原来异常是属老。 衰老是果，那组织受损是属病，还是什么呀？属果，所以两个果，然后说是症状的因，怎么可能？这是第一个问题。好，那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，这个问题它会导致什么样呢？你以后生病都要检查，然后他们才要治疗，这个是他们的第一个问题。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果生果的问题。好。 什么叫果生果呢？他说，一个异常或组织受损可导致各种症状，这个是让大家心生恐惧，接受治疗。我这里就举了很多，比如你会腹肝肝硬化的时候，检查出来肝硬化，也许你还没有腹水，你也许还没有吃不下，但是他看到你肝硬化，他就会跟你讲，你如果不治疗，你可能会导致怎么样？ 腹水纤维化，哦，类似这样，或是肺纤维化可以导致咳嗽、气喘。你检查出癌、糖尿病，他会就说：你糖尿病如果没有控制，以后会怎么样？皮肤溃烂、眼睛瞎掉啊！一般人大部分就打胰岛素去了。哦，那下面也是高血压，你高血压一定要吃高血压药啊，不吃怎么样？以后会脑中风啊。 所以很多人都在吃高血压，但我问各位，你糖尿病、血糖高、血压高，你吃了这些药有没有人吃好过的？没有，我告诉各位，我从来没有听过一个吃好过的。你吃了就要一辈子吃，那吃到最后怎么样？吃到最后就是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但你该高血压的还是没有好，你会。 下一次轮回还去，可能还继续迷迷糊糊的吃高血压药，哦，我是开玩笑的啦。哈，但是确实问题没有解决，完全不可能解决的。但是他们的理论就是，就是让你产生哦，这个果生果就让你产生心生畏惧，然后就被这些药所控制住了。好，那癌肿瘤也是，癌肿瘤根本不会死人的，癌肿瘤本身没有症状。 哦，我常常在治疗，我相信你们在第一线应该也知道，但是他会跟患者讲：你癌肿瘤如果不治疗会转移呀、啊，以后会很疼痛的，甚至会死亡的。然后还他们还分四期，如果到了第四期，那你大概就没救了，已经转移。所以当你检查出来，你哪怕是原位癌或第一期，他都会叫你怎么样，还是要处理，还是要割。 那这样会导致怎么样？整个身体破坏，反而这些癌肿瘤本来没有症状的，结果经过这样不断的化疗、手术之后，我看生命就奄奄一息了。所以，这这些都是让患者听了很恐惧。所以我常常讲，癌肿瘤是什么呀？不是病死的，根本是吓死的。 啊，哦、所以这个这个就是果生果的威力。第一个，一病多因，就是一个疾病会产生很多种哦异常或组织受损所导致，就会让你怎么样生病了就会想去检查啊，检查出来如果有了，他就会进一步跟你讲，如果你不治疗，会果生果哦，这是一连串的。哦，那这两者都犯了什么？ 导果为因,、啊、因为这个检查出来的异常跟组织受损，本来就是果嘛，跟症状也是果，啊果跟果之间有没有因果关系？没有啊，所以果与果并无生果的关系，绝对没有。这里就举阵痛，就像我们昨天讲的肿跟痛，它来源是不一样的，那不可能说痛生肿或肿生痛，这是不能成立的。 好，那再进一步论述，就是异常属衰老，症状属疾病。那你检查出异常，怎么会是疾病的因呢？两个都是果，而且是不一样的果，一个是老的果，一个是病的果啊，不一样的果怎么会果生果呢？如果能成立，所以我就举例，那如果这样果人生果，那苹果就可以生出香蕉、葡萄来了。你们有没有看过这样的故事？不可能嘛，所以。 我说西医：西这两个，如果从逻辑上来谈，完全是道果为因。但很奇怪，我发现很多人是有智慧，但是遇到西医，好像那个智慧就跑掉了，就就没有然后任由西医这样说，大家就照这样做。此外，在生老病死的过程中，身体的变化程度。 各个不同，即使同属一个年龄层，仍会有个体的差异。当体表的差异超出正常标准，有些会被视为衰老异常，有些则被视为疾病症状。同理，体内的变化也应该如此。 但西医通过仪器检查出来的异常或组织受损，却通通认为是疾病之因或疾病本身。如此体表的变化有衰老与疾病，而体内的变化却只有疾病而无衰老，显然不合道理，也违反自然法则。 毫无疑义，体表、体内因无二致，即组织受损属疾病，而异常则属衰老。这可由仪器检查结果未必能反映身体的真实状况，如身体有症状，检查却正常；身体无症状，检查却异常，得到证实。 至于仪器检查出来的异常，西医还会视症状之有无，将其当成疾病之因或疾病本身而加以治疗。此即身体有症状，又检查出有异常，此异常常被认为是疾病之因而需治疗。 但异常是由体伤及热能不足所致，属果而非因，所以即便经服药、手术使此异常恢复正常了，症状却未必改善。身体无症状却检查出有异常，此异常常被认为是疾病本身而需治疗。 但异常既非症也非状，属老而非病，所以处理异常已超出医疗治病范畴，无端的使病人变多。由上可知，西医将异常当成疾病之因或疾病本身，如此诊疗已犯了导果为因及老病不分的过失。 由此可见，不论身体有病无病，仪器检查出来的异常都不可作为主要诊疗对象。只有当其中异常形态的果，以白内障为例，以影响患处体伤的因，阻碍眼睛功能，再由患处体伤、眼睛功能受阻，导致病症。 视力减退，且需经按推原始痛点无效，西医才能从果治疗此异常形态白内障。由此可知，果虽然可以影响因，但只有因才能生果。此意味着，只要因改善了，果也能够因此获得改善。 明了此理，只需通过观察体表的变化，从果推因，从因下手，就可解除疾病的症状与衰老的异常。这一段的论述，就进一步再把老根病说清楚了。好，这里就是我说原始点是，对生命的探讨，也就是要了解生命的真相。 那你必须要了解一个生老病死的过程。那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身体的变化，我昨天已经讲了，不是越来越老，就是越来越病，不会越来越年轻。啊，昨天下课有人说有啊，我真的变年轻了，哦，也有呃变得更健康了。 啊，呃、他们也举说张医师，你也说你那个脸比以前更光滑了。哈哈哈。好，那个是因为用了原始点 <laughs>，原始点确实哈、哦、可以延缓衰老，但我说再好的还是会老。那我们来看哈、哦、身体体表它的变化，我说即便是同一个年龄层哦，你有保养跟没有保养不可能一样。 有些都会超出正常的标准，啊，一般人正常，比如说三十岁啊，应该还是黑发，但有些人已经怎么样白发了，甚至根本头发没有了啊。那所以同龄年成个体还是会有差异。这些体表的差异如果超出正常标准，那有些就会被判定为什么疾病？疾病也是超出正常标准嘛？ 它、啊、有一些会变，判定为怎么样衰老？体表是这样变化，体表的所有变化会变老，会变病。那我问各位，体内的变化会不会变老？会不会变病？会不会是一起的吗？他们同时一起变的吗？是吗？是不是这样？认为是的举手，我看一下。 啊，没有举手啥意思？就是体表一直在老，啊，体内越来越年轻，是这样吗？不可能呐、啊！当你体表显现出来，我们常常有一句话叫做“有诸内必行诸外”嘛。你体内不好，在外表也可以显现出来嘛。那代表怎么样？你外表跟体内都同时在变化嘛，不可能只有一种变化，一种不变化。 一种走向年轻，一种走向老化，这通通不可能。它是同时该变老、该变坏都同时在进行。好，那从体表我们看出老跟病的变化，那体内呢？哎，就有意思了。体内我们看不到，西用仪器检查出来的。我昨天讲，不外就是异常跟组织受损，但他们却把这些检查出来的。 通通当成什么疾病？一切都是疾病，所以为什么很多人检查出来，你即便没有病，最后也会被检查疾病出来？真的，我们说昨天已经讲过，什么是不是健康？你们知不知道？我就昨天就问这个问题。学原始点的人都知道，没有学原始点的人不一定知道。为什么？我常,常问，那你健不健康？ 因为我没有检查，我怎么知道我健康？但没有症状就就是健康的，但在经过西医这样帮我们灌输一些哦思维之后，就是一病多因之后，那我们的想法就变了，好像健不健康就要看检查。那恰恰他检查出来，即便是老，他也说成病，哇，那问题就大了。 所以为什么我说到最后导致医院治病越来越多？啊，你年纪越大，总会老嘛，总会有异常出现嘛。但是当一旦把异常也当作病的时候，那你完了。你比如说异常形态、异常值、高血压、血糖高，这个都是老化的一个现象。为什么我说老化？我就举高血压来讲，你年轻的高血压血压。 假设一百二八十，年轻的时候，你年纪大，一定会越来越高哦，可能变一百三、一百四啊，低的甚至会九十，甚至超过。那本来就是一切都是老化的一个现象啊，有没有症状？血压高是没有症状的，如果有症状，除非他有体香，我们现学延禧点也知道，按按就好了。但是他把它当成疾病，完了，这时候。 很多，他们本来是一个老化的现象，也开始吃血压高的药了，血糖也是这样的意思，所以异常指数根本就是一个现象嘛，老化的现象啊，你把它都解释为疾病，由西医来判定，这个就是病啊，你们真的就是病，这这个不合常试，但是我们完全接受，但从来没有人会去想过。 那、啊、你体表有老跟病，为什么检查出来的通通是病？所以检查在我看法是一个很严重的什么陷阱？所以很可惜啊，我我自己也接接到哦，台湾政府会很关心我们，然后年纪稍大，像我也已经够大到够政府关心了，他们就发来通知说。 啊，你可以免费去检查大肠癌，然后去还有一些奖品哦，鼓励我。你说我敢不敢去？我告诉你，我同年龄的很多会去哦。这我我越想哈、哦，细思哈、哦、啊，就会有一点害怕哦。所以这些西医，你看体表有老根病，但恰恰他们检查出来，通通是病。 这这个没办法，所以哦，我我说确实这个是不合道理，也违反什么自然法则。那没办法，这个很明显的错，但是民众好像也已经习以为常了。我这里就结论了，毫无意义，体表跟体内应无二致，都是同时在变化，也就是组织受损，我们承认它是病，但异常就像我。 体表的白头发、脸皮皱，他明明就是老，你也说这些异常通通是病，这个是不对的。所以这里也可由仪器他们检查出来的结果就可以解释了，未必能反映身体的真实状况。我这里就举例，比如你身体有症状，有症状就是病了，但是他们检查出来却说你一切正常。 那你身体没有症状，你是健康的，哎，检查出来却得到异常，这个不对啊！就好像很多健康的人，根本没有症状，工作也很愉快，体力也还不错，但一检查，西医跟他讲：“哎呀，不得了，你那个癌肿瘤已经第四期了。”他本来是很健康，一听完了，开始写遗嘱了，然后从此就每一天生病了，然后就隔不久就挂了。 所以我说很多是吓死的，所以这里也可以得到证实。如果你说他他真的是疾病之一，那为什么你健康的人却检查出有问题呢？那不健康的人却检查都是正常呢？这个不对啊！所以从检查，如果我们民众稍微思考一下，就知道了，因为他们把检查出来，当你有症状的时候。 他会说，检查出来那个就是疾病之因，比如说，呃，我说的你有头晕，又检查出高血压，他就会说高血压是因，所以要处理。好，那处理了血压低了，你头晕会不会好？不会，因为你体香没有揉开，所以它这个果跟果之间没有因果关系。好，我只是这样举例。那如果万一你没有症状，又检查出癌肿瘤来？ 他还是说你是病哦，他说癌肿瘤本身就是病，所以你要处理癌肿瘤，那就开始手术化疗了，那一个好好的人就开始走向病人之路了，好，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可能在检查要检查之前必须深思的一个问题，这里我通通提出来了，那我最后这里结论就是说很可惜啦、啊，你。 体表有老跟病，你却只有体内都是病。第一个我提出的不合理，然后这样你把所有检查都当成病，你医院根本就是没完没了,了因为越治怎么样，病人越来越多，你连就好像体表的白头发、掉头发，你通通要抓来治疗，然后脸皮皱也要抓来治疗一番，那容医院怎么会治疗？ 治疗的容纳得下你建筑的医院再大也没办法容容纳你这样的诊断嘛，所以难怪西医他们常常是怎么样客满，说一床难求，我就觉得太荒谬。原始点是常常整我们的基金会常常是很少人来的，因为来了告诉你怎么用用，以后不用来了你就这样保养。西医不是你来了之后，哎。 来我这里拿药啊！以后继续拿哈，吃完了还要继续吃，所以他们根本是无底洞啊！他们的病人，我敢保证啊，这些思维不改变，以后病人不会因为科技的进步、西医的新药发现而病人减少，只会越来越多，不会越来越少。啊，所以这也是一个迷。所以检查出来的。 异常，事实上不能当作诊疗对象，了解我的意思吧？这些根本就是老，你不能把它当做一个诊断的疾病知音或疾病本身，这个都不行的。哦，然后加以治疗，那就更荒谬了。但我我提出，唯有一个情况可以，哦，我这里提出一个白内障，哦，只有一一种情况是什么情况呢？检查出来的异常形态。 啊，比如我举白内障好了，你眼睛虽然没有问题哦，你功能都是正常的哦，但是因为你被那个肉啊、异肉哈、哦、生出来的多余的肉遮住了，然后再看不清楚，看不清楚不是你疾病呃体伤有问题，是根本是被异常形态所遮住。好，这时候你可不可以？ 经过西医手术把白内障割掉，可不可以？西医这样讲，因为我对西医的理论哈、哦、有怀疑，而且我认为他们的诊断太偏向走向极端，最好还是要用原始点怎么样？头先按按看，如果按了，哎，你眼睛就恢复了，视觉也很好，那我建议没有问题。 如果是因为被遮住，那我怎么按应该都不会明亮嘛，对不对？那我现在按了明亮了，那代表什么？一件事，你的眼睛根本没有被遮住，了解吧？好、哦，所以也不需要手术，最好不要动刀啊！真的动刀都不是好事啊。好，所以我这里有提出来，哎，晶延迟点按推无效。 那你才放心去给西医重果治疗。我不是排除西医哦，我是说多给民众一层保障。好，那我们这里就讲，既然这样说来，你这个眼睛看不清楚，如果是说呃异常形态引起的，哦，造成体伤啊、哦，然后才看不清楚，这个时候可以；但如果不是就不行。 那也就是说，如果你按推有效，哦，从体相下手，从医下手，如果能解决的，包括老跟病，你是不需要再去进一步处理的，了解吗？即便西医检查出来的异常或者怎么样，而且如果你按推得好的话，他连有时候西医检查出来的异常啊，组织受损啊，这些都还可以恢复哎。 其实我说实在哈、哦，我也有几个，因为世界各地的案例哈、哦，很多会寄给我，然后很多白内障的，他们也真的看不清楚，按也没有效、哦，他们用原始点有没有办法处理好？你们有没有听过处理好的？有的举手，我看一下。这里也有人举手，后面也有人举手，你们做出来了吗？ 有做出来的站起来，我看一下，做出白内障哦，啊，案例寄给我哈、啊。好，谢谢你们啊。其实我告诉各位，世界各地我早有收到了，就是白内障做好的案例。前面的我我就不说谁了啊。我们上次在分享的啊，白内障简单啦、啊、是不是？你上次是不是这样跟我讲？啊，简单啦、啊、白内障绝,绝对可以治啊。它是用什么治呢？ 我告诉你，早期用姜汤清洗效果还不是那么好，最后用什么？用姜泥的举手，我看一下。用姜粉的举手，我看一下。哦，我好这两种，我跟各位讲一下。其实姜粉药力最强，疗效最好，但最刺激。你点进去要差不多二十分钟左右，还会掉泪啊。 刺啊，哦，这些感觉。那姜粉泥比较和缓，但是也有热，进去稍微不会像姜粉那么强烈。那姜汤是最和缓的，啊，最和缓很快就过去，疗效也不是最好。所以最好的是，因为你们刚刚说有成功案例，然后有些是用姜粉，有些用姜粉泥。我告诉各位，姜粉的效果最好。 但最刺激，所以点下去最好眼睛闭起来，然后让它慢慢刺激过了，它会流出很多眼泪。那不不止这样点对白内障有效，很多眼睛的问题呀、啊，包括飞蚊症，我就听过很多。那七月来的时候还有飞蚊症，一点哎，它蚊子就不见了，抓不到了。 啊，这这个种案例还蛮多的，哦，所以原始点因为低调太久了哈、哦，我们都不夸张，就是做多少说多少，所以我也没有特别提出来，但是我一直叫人家一定要点，也是这样。那、啊、你看这样根本不用手术啊，我这里写法还算是很客气呀、啊，说那你确实按推没有效，你才去。事实上我们还有乐园呐、啊，这里还没有写到很极致。 就是把原始点的优点算我们低调好了，但是大家在做知道，所有疾病皆因体伤及热人不足。你如果是按推没有效，那就是患处体伤啊。那你从患处下手，当然可以改善啦、啊，那不就是解决了吗？所以这个还是我们治疗的范围。那么异常形态影响患处体伤，再由患处体伤导致病症。 为何需经按推原始痛点无效，才能从果治疗？举例来说，手指麻或坐骨神经痛，若西医诊断为颈椎之骨刺或腰椎之椎间盘突出所致，头痛或食不下。 若西医诊断为癌肿瘤压迫脑组织或过大阻碍食道所致，凡此种种病症，其治疗方式主要是以手术直接处理仪器检查出来的异常形态。原始点的诊疗方法则不同，由于症的不适感多属他处体伤所致。 所以，上述病症通过按推相对应之手背部、臀部、头部及背部原始痛点，往往有立竿见影之效。然而，短暂的按推不可能使骨刺消失、椎间盘归位、癌肿瘤缩小。如此观察，就可快速推断出此病症。 并非由异常形态影响患处体伤所致，也因如此才能避免错误的诊断及不该有的侵入性治疗。这正是需先按推原始痛点，以分辨病症之体伤位置的原因。我们说，如果你检查出来，西医跟你讲要开刀的时候，最好用原始点按一按。 很多都在立刻间就解除了，所以简单的讲，原始点真正是为民众把关的最重要一个利器，好让你们避免很多错误的治疗，还有不该有的治疗。综上所述，在诊疗上，仪器检查出来的异常，既非疾病之因。 也非疾病本身，即使异常形态会影响患处体伤，从而导致病症，但临床上并不常见，因为病症的不适感多由他处体伤所致，只需从因按推就可解症。若化简为繁，贸然从果治病。 通过手术治疗固然有助于疗愈患处体伤所致之疾病，但未必有助于解除他处体伤所致之病症。且手术会严重破坏身体，消耗热能，稍有不慎还会危及生命。故通过仪器检查以手术治病，必须审慎。 总之，身体表里的变化不是走向疾病，就是走向衰老。所以，不论是通过观察或仪器检查，其结果相同，不是属疾病的症状，就是属衰老的异常。其因则由体伤及热能不足所致。正因如此。 最安全、简单、有效的诊疗方法是通过观察体表，以医疗保健之源，从因处理。如此不仅可收因变果转之效，达到防治疾病及抗老增寿的目的，还可解除仪器检查出来的异常及组织受损。 仪器检查出来的异常，是这里特别在强调，西医常常说，如果你有症状，这些检查出来就是你症状的因；如果你没有症状，他会说检查出来就是你疾病本身。反正他都是要治疗你，反正你不是要吃药，就是要手术，到最后都变成这种结果。那这里已经讲了，这这个很多根本就是他处体相所致的。 那本来按一按就可以解决，或是热盐补充也可以解决，但如果你不从这样处理，你却化简为繁，贸然从果处理，甚至你看癌肿瘤本来没有问题的，它根本没有症或状，你贸然直接就手术，那手术很多好几个小时，你第一个身体已经被破坏了，然后再加上后面的化疗下来，我看要活也很难了、啊。 不是因为化疗药都是毒药，但我一直搞不清楚，人们明明知道毒药，为什么还要接受？这真的是矛盾。也就是当西医把你说肿瘤会死的时候，你已经吓得六神无主了，连毒药你都敢吃了。真真的是这样，人人会在恐惧中失去理智的。那西医就抓住这一点，比如说，很多人啊也知道。 癌肿瘤，他他很化疗很痛苦，手术也很痛苦，但是他在不得已、百般无奈下，他有些人到最后都说的，这个过程痛不欲生，但最后呢，经过这样的痛不欲生，难道他活了吗？没有，根本很难呐、啊！你经过几次之后，我看要活也难，所以有时候。 人真的是在这种极端恐惧下，就只好任人宰割了。但是你冷静一想，这些异常形态我已经讲了嘛，根本就是一个衰老败坏的现象。所以你年纪越大，哦，他说你有资格去检查的时候就要小心了。你已经够老了，应该老到有可能生出一些东西来了。那万一又被检查出来，你自己又没有。 原始点，帮你把关，你很可能就是接着就照这样路走，那一般这样要偿命也很难了。所以我觉得这里提出了，就是如果你万一是经过检查，那西医说要手术或种种，你一定要谨慎。这里特别提出来，身体的变化一定有老跟病，不会像西医讲的都只有病而无老，不可能。 体表体内的变化都是一样的，好，所以如果脑跟病都是属果的话，那你就应该怎么样？从因下手嘛。诊断也应该从果观察，从果推因，然后从因下手。那你因改善了，我告诉你，脑跟病都可以解决，甚至仪器检查的异常，还有组织受损异常也是属脑，那组织受损也是比属病。 体表的老病可以解决，那体内的老病能不能解决？那当然可以解决呀、啊。那理是相通的嘛，所以原始点这样就可以把很多的问题都解决了。